博城周围有一个叫三边红的一个村庄，这个村人大部分都是从事钻石矿的生意。这是进入钻石区的小路，我们越往里走越开阔，越往里走哇一看，整个一大片根本没有林子了，就是沙滩，有点像那河边上沙滩。一看跟我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，非常的小作坊，而且呢就那么几个人吧，全靠手工一点点淘。一点点，一筛子一筛子，一个人一个人就这么筛，还得不断的有人帮你倒，你还得干活，这筛子又不是很轻，筛子上都是石头，还得用力的摇晃。是石头，它在阳光下是不反光的，钻石就会反光。那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个有没有可能我能看到挖出来的钻石？他说看你运气了。后来问了一下才知道，这个老板叫开比，老板家是这一代的，求着儿子，然后他们就开始雇了工人，然后就在他们家的土地上就开始开采。那我说钻石如果真要挖出来小钻石的话，跟工人怎么分，就是10%，5%到10%。因为他们长期啊浸泡在那个水里，99%的工人腿脚都是烂。好像是这块地域决定了，很难出那种大钻石。在矿上啊，看到一个小孩，大概也就11、12岁，就问他，我说你上学了吗？没上。那我就说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钻石？我说我家爸妈有病，我是我家老大，我必须得在这干活，因为如果我要能找到一颗钻石的话，我爸妈就有点救了，至少家里有饭吃。就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可以给这个国家带来兴旺，也可以给这个国家带来衰败。带有血腥味的这种钻石就困扰了塞拉利昂这10年，我相信很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见过钻石是什么样子的，但是饱受着这种战争的这种疾苦。请大家关注野心微信公众号，让平凡的生活不平淡。